位发展部部长唐凤部长来到舞台上，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部长，谢谢。当然，谢谢部长今天亲自来到这边主持我们的开幕，与大家送上祝福，有请部长。我们行政院罗政委罗发言人陈主委，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我们产官学研社各界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哦，大家来到我们 In the Making。那个时候振华署长跟我说要用 In the Making 来当做主题的时候，想说这个中文到底要怎么翻译哦？难道是说施工中吗？那后来我就想说可以翻成生生不息嘛，所以后来就用生生不息当做我们的这个中文主题。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我们看到说不管是各行各业的数位转型，或者甚至我们政府自己数位服务的递送，那在最近这两三年来透过疫情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刚刚有一个方向的一个转变嘛，就是忽然间受到了挑战，但从挑战当中成长的这种韧性 resilience， 这个就是我们这四个关键字里面最重要的韧性的关键字。那么无论是各行各业中间的整合 integration， 或者是现在资安及国安 security， 又或者是说借由新兴的像分散式账本的技术啊等等的技术，去让各行各业拥有新的这种权利empowerment， 这些都是我们数位部数位产业署要在 In the Making 这个展览里面来传达给大家的。那这次的资讯月我想是全台湾全民所有人都可以在线上跟现场共同参加，我们有数位的展区，我们也有很多虚实共融的这种做法。那特别也要请大家这个注意，我们的展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棵树哦，叫做 Moda Tree，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哦，就是大家在大树底下聚在一起的意思。所以这个大树呢，让大家聚在一起之后，大家对于刚刚讲到的 RISE 这四个想法，不需要受限于我刚刚讲的那些定义，每个人都可以用全民共创的方法去提出你对 RISE 四个的想法，我们就把它 mint， 把它铸造到这棵树上面。那透过这个全民共创来一起引领，特别是我们的数位产业署跟产官学研社的各界，借由大家共同的想象来达到数位更好的未来。那在此敬祝我们资讯月，我们的包含我们数位部以及所有相关的参与部会的主题馆产官学研社各位都能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部长的祝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也请部长先回到座位区哦。那我们呢，陈竹部长刚刚所言，我们在这一次的 RISE RISE 呢，我们的续生主题馆，也欢迎大家呢各自来找出你对我们 RISE 的定义咯。在我们